环硕、张嘉维，对方请下频道大会来签名。50岁男子组，体操熊高吉健、张志清，总冠军的赛事赵立胜，请出场16组别比赛男。50岁男子组，玉山证券林彦良。刘盈清，国泰证券陈端明、黄行健，请出场15球台比赛。40岁男子组，凯基证券高文图、杨之化，证交所薛博仁、何宜宪，请出场第4球台比赛。找一下，我没看到。
柔和症，有空间由平柔减至牙前出场第一球台比赛。Oh, jeez.